欢迎来到 GQ 第八届年度人物盛典。这个我们会坐这辆奥迪 A8L，然后去到红毯。这是第一次来这个 GQ 的活动吧？对，第一次。哎，今天什么感受？就什么想法？就很期待今天晚上的活动。就是今天这一身造型有没有，就是有什么能解释一下这身造型，或者说就是你觉得怎么样？今天特意选了一身全黑的西服，然后因为是 JQ 的活动嘛，所以就是把自己特意打扮的比较像大男人一点。啊，对，你因为刚刚过了17岁生日，你对成熟的定义是什么？成熟的定义就是非常的自我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在红毯上不小心摔倒了，然后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你一般会怎么处理，或者说有预想过怎么处理吗？摔倒的话就站起来继续走。还有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身边有人就是一直在偷笑，然后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，你会有什么内心想法，或者说会怎么处理？我就直接问他，我说你笑什么呢？啊，这么直接吗？过去的一年，用三个词或者说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过去的一年。过去的一年就是平稳，然后理想化，然后成长。那你会对于未来的一年，因为未来一年你也是将年满18岁了，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期待，或者说，有什么地方是想突破自己的吗？突破自己，我其实希望明年能，各方面都能稳定，然后按自己想象中的步伐去走。你会怎么定义，或者说在你想象中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？想象中成熟的男人就比较像我爸那样的。哎，能描述一下吗？我爸就是说话声音特别低沉，然后说话声音也特别慢，但是有什么他能做上的事情，他一定会去就是出面去做，然后就是感觉说话做事都特别有力。